就是输入完之后的话呢，当然 input，不过呢，因为要整数，所以呢，我前面加一个 int，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整，比如说53好了，它进来也许是自串，转成53的整数，放在这个 prompt 里面。OK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要判断说它是不是哈一个质数的话，哎，那我刚刚提过，就是让它怎么样，让它跑一个范围，从2开始啊，一不一一定会整除哈。那除了一跟自己以外，就是从二开始，所以 for i 的 range，in range，那我们从哪里呢？从二开始到哪里结束呢？到他自己，哎，所以他自己的前一个嘛，所以53到52就结束了，有没有？接下来做什么呢？逻辑判断，判断什么？如果 i 这个值能够被什么呢？被这个值能够被其他数，那被其他数整除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写个逻辑判断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产生的这个数能够跟 i 相除之后，哎，除一下，比如说我输入52好了，52的话呢，哎，那从二啊二马上可以被整除，因为52除以二，哎，刚好整除，余数为零。那如果余数为零的话，那表示呢，它就已经不是一个，哎，不是一个质数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哦，我会多一个变数啦。这个变数的话呢，哦，就 result 就是结果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？预设值我给它是一个零，零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false，就是假设预设它不能够被其他数整除了。OK，那我如果它能够被整除的话，那我底下有个叙述就是把 result 变成一了，因为它已经被整除了。OK，那被整除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当然呢，接下来呢，哈，那当然理论上就不用再跑了。其实如果你应该是把这个 for 回圈结束掉了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这个逻辑判断假设为一的话，哎，如果 if 什么呢？这个 result，OK，那不过我有简写一下，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理论上呢应该多写一个什么？它等于一，OK，不过其实。一或 true 啊，你直接就可以简写了，因为反正它等于你放个一或放个 true 啊，它就会自动跑什么？跑 true 的这个逻辑，哎，它就 print 什么？哎，不是质数。反之的话呢，那就是质数。OK 哈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跑出来的结果大概这样，就是一个 for 回圈，有没有？加一个逻辑判断，最后呢得到的这个结果一个 real。OK。不过哈，这个地方呢，result 这个写，这等于变成多一个 result 了。后来就有同学问说，老师好像感觉有一点程式是不是好像太繁琐了？哎，我看一下，嗯，对，好像可以再写更精简一点，有没有？其实 result 好像可以拿掉，所以有的程式哦，刚开始写跟之后写的也许不一样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是不是可以把 result 拿掉？哎，可是 result 拿掉这怎么办？啊，其实哦，跟各位讲一下。你可以怎么写？假设你不要 result，对不对哈？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说，当它有没有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那就是啊，如果它当它被整除的话，那就直接怎么样 print 什么呢？print 这个。那另外的话呢哈，你这个逻辑哦，特别是哦，这个理论上我们前面讲过嘛，if，好，另外反之就是不是质是质数。那不过呢，这样跑完之后哈，结果会不会 OK 呢？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如果我输入53，哎，它的不是质数，看一下，哎，是质数，53是质数啊，等于哎，它是质在，可是问题你会发现是质数是质数一直跑，不用不用。所以特别注意哈，但你想说那 print 要放外面，放在这边吗？可是问题来了哈，如果你这样子放在这边，它会多，那 else 怎么办？else 就拿掉嘛，这样子好。如果是这样，好，我们试一下哈。如果53，好看一下53。不过程式刚刚我讲过了，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去 try 很多种方法写。如果你要让程式变更精简的话，很多种改法。OK，其实可以改出不同的这个结果。哎，是质数对了，可是问题哦。不是质数的话呢，好，会不会又有问题哦？所以你会发现，你不能只有试一个哦，你试质数，
那如果52呢？它会怎么样？不是质数，不是质，不是质，不是质，是质数，是什么 ？OK， 那所以哦，你变成说你不能只试一个对吧？你要试很多，然后最后要把结果通通可能的情况都试完了，才是真正的结果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哦，我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要再更精简 ，else 哦是关键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我们之前教各位的这个 else 哦是跟 if 对。那其实 for 跟 while 本身其实也可以有 else， OK， 好，所以哦，其实这边有一个最快的写法，如果你知道 for 可以配一个 else 的话，那你可以把这个 else 把它怎么样，这个缩排跳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哈，如果它这个回圈跑整除，它就跑四质数，如果跑完没有了，就是跑剩下来的。哎，如果是改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特别重要，所以有个关键哦 ，for 跑完了剩下来的会有一个 else 哦，这个 else 不是 if 的 else 哦，是 for 的 else 哦，所以 while 也有个 else 哦，都可以剩下来的。OK 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这种写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哦，所以刚刚呢，所以要踹两个了哦，所以第一个53，它应该跑。跑完没有都不能整除，所以他就跑 else 剩下来的，好是质数，哎有没有 OK 嘛哈、哦？哎那再来看一下52看看，刚刚是什么？不是一直跑 OK， 然后 enter 看看是不是不是质数 ？OK， 哎不是质数，不是质数，哎，所以这边应该还要再更精简，等一下。